最近蛮火的那个韩服剧《语义错误》，里面演小瘦的叫朴宰灿，是个 idol， 公司运营真的一整个被用心到。小破站上会更新剧的花絮中字，还会让朴宰灿以剧内角色拍一期11分钟的 vlog。这些物料上传后，还会回复底下的评论，粉丝的建议也回应说会改进。社交平台更是几乎天天更新，韩文也会给翻译成中文，每一条都是。最近因为这个小腐剧还挺火，大家都去考古弟弟的舞台，然后 Lupin 这个舞台，朴宰灿的 part 视频很有热度，官方就给粉丝直接做了一个 Lupin 的一键换装舞台。虽然他们团有点糊，但是团队真的好用心，好会抓热度。